但是蝶熊有点扛不住了，血瓶现在吃掉还是有那么点危险，再缠住一头熊。经典游戏永不过时，大家好啊，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雪岩，依旧来看 Moon 和 Foggy 的暗夜内战。上一张地图的话是 EI 这个地图，我们可以看到 Foggy 的双 BR Rush 可以说是非常的失败。那么再回到北方岛屿上看一下这张地图， Foggy 和 Moon 会有什么样的战术呢？好，这边可以看到红色的是 Moon， 蓝色的是 Foggy， Moon 的话选择是一个 KOG 的一个首发，而 Foggy 这一局的话居然是一个恶魔猎手的首发，这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 Foggy 会在这个地图上和 Moon 用一个恶魔猎手做一个首发，我以为他今天的所有局都是要用白虎的。好，这边的话 DH 是已经走出了祭坛，并且 Moon 的侦察的小精灵也是已经看到这一局你是一个 DH 的首发，同时 Foggy 的小精灵也是看到 Moon 是一个 KOG 的首发。那么对于首发上面的话，这一局两个人都有所变化，这个才是对的。就是我真的是不希望看到各种什么白虎啊对 A 啊之类的。暗夜内战其实有很多学问的，而且暗夜内战其实是非常艺术的这么的一个对局，所以就如果你永远是白虎双 B 啊女猎的话，这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好，那来看一下 Foggy 这边 DH 的一个操作怎么样了。 DH 的宝物不是特别理想，隐身斗篷和一个戒指他都不太想要，但这组点练完以后的话呢， DH 是可以到达一个两级，没有任何的问题。现在 KOG 的话是一级过半，先想过半场过来抓一下，或者说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便宜可以赚，同时家里面的话是一个速矿的开局。好， KOG 过来跟你绕一绕，看一下你有没有什么野外这种精灵啊，野外落单这种兵啊都可以。前面 Moon 的一个 AC 也是在了，但这个 AC 一定要小心啊，对面是 DH 切 AC 还是非常快，它又可以硬切你的 AC 的。前期两个人的英雄你看都是想去找对面的行踪，都是想去说赚对面一点便宜，但是都没有赚到东西。这边 KOG 难道是想直接进去吗？三个 AC 直接是把家给封死了，这一波的封锁我觉得 Foggy 做得非常的棒。二本攀升到一半的时间，同时 Moon 家里面也是有一个 AC 作为一个防守，如果你想过来做点坏事的话呢，我也是有防备的。但是这个侦察的精灵让 Moon 的分矿计划给暴露了， AC 继续过来驱赶一下， KOG 看一下 DH 是买了一个头环。那么 KOG 的购物选项有没有买什么东西呢？他是买下了显影之城，买了粉。 DH 一个人是想过来要把你这个分矿给退掉了，这个分矿的时间其实已经差不多，有没有机会能退掉啊？如果有防守的话过来套一套时间，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能退掉的。这蝶去一个人攻击力也没有说很强啊，这个树应该是可以造好的。精灵先拉过来修一下，这个树要造好了。果然，但这个时候 Foggy 把自己 AC 也全部拖了过来，这个时候 Moon 有没有什么举动啊？好，这边是直接选择 TP 回来，不跟你废话，这个分矿我一定要保。精灵也拉了过来，这边 Foggy 也有很多的小精灵，精灵是在后面修这个大树。 KOG 过来想去跟对面的兵做一个交换， Moon 这边主矿又拉两精灵出来，一定要把这个大树给修住，因为造好树是不允许被拆掉，这样就几乎等于是宣告GG了。但现在危险的点是在于 Moon 的 KOG 血量没有很健康，小精灵过来再卡位一下，但是没有卡住，可以的，这个 KOG 可以慢慢走出来。好在蝶菊现在没有鞋子，所以他还能够接受，他放弃了去追这一个 KOG 的想法。这边的话是想反杀对面的一个 AC， 双方都是个非常极限的双线，蝶菊杀不了任何的兵，没有办法，很生气，只能杀一个树人了。这边的话是 Foggy 的一个 AC 被对面木的一个 AC 集火而倒下，同时可以看到的话 Foggy 的二发纳迦也是赶到了前线的一个战场。哇，这局我觉得 Foggy 打就比较主动一点点了，但是好消息是对于 Moon 这边来说他的分矿保住了，再追赶一个小精灵。那前期分矿只要能够保住，这个局 Moon 还是完全有资本往后面打的，虽然说他现在科技落后，不过多一矿的暗夜精灵我们都懂的。
把对面小精灵驱赶掉，现在要做的是快点把这个分矿 MF 掉，让这些大树坐下来，矿根缠绕，马上可以有双矿运作经济，一切都 OK 了。但是佛给会那么轻易的让你去 MF 掉这个分矿吗？你看一下 DH 和娜迦又再一次压了过来，但这次的话不太一样的就是 KOG 血量比较健康，而且娜迦现在是只有一级的情况下，虽然是有个冰戒，但是他这个控人是比较强，但自己也是个脆皮。现在 Moon 的大树还没有开始要练级的这个想法，因为这段时间 Foggy 盯 Moon 盯得非常的紧啊，不给 Moon 任何去练级这种空隙时间。好，二班好了以后 Foggy 的选择依旧也是双 BL， 那看一下 Moon 这边的一个选择， Moon 这边的选择依旧也是一个双 BL， 科技也是跟上了，虽然说科技有那么一点点慢，但是完全能够接受，但这个大树造了以后分矿是一直没有去 MF， 这是一个点，虽然说科技也有二发 DH 也是已经有了，但这个大树的投资是一直没有收回来成本。精灵被激活以后分散一下双线，单练一下自己的恶魔猎手。那 DH 的话快到了一个两级的等级了，同时家里面的话都是在走一个雄鹿的科技。这大树怎么说，分矿造到现在终于是慢慢的开始走向了矿点，他是等自己的二本好了以后，把这个局势稳定了以后，有双 BL 之后再考虑去做这个分矿的这个想法吗？那这个大树是不是造有那么一点点早呢？不过也是因为前期 Foggy 的这一波骚扰打得木有点措手不及，不然的话这个分矿应该早就已经运作了。好，继续勾怪过来练一下两级恶魔猎手。对面娜迦这段时间可以看到 Foggy 二英雄买娜迦以后一直在浪费时间兜花园，这个娜迦买出来以后 1.1 级有两分钟的时间毫无作为，一直保持在 1.1 级，这是非常非常不应该的。如果你不骚扰的话，至少你要去练级，你要去至少做点事情，整个就在地图中间逛来逛去，这个我觉得 Foggy 这段时间打得非常不好。他前期可以说压得非常的果断，但这段时间有那么一点点小失误吧，可以说资源运用的一点都不合理。继续压过来，看一下过来对抽一下 AC 是可以一个蚕食掉的，因为后面毕竟是有个冰剑，这边已经是有熊了，而 Moon 的话出来是一个小鹿，两个肉熊对的是一个小鹿，给自己的 DH 套一个返老还童，毕竟有熊加返老还童 DH 还是比较刚的，这边可以在后面再踢到一个 AC。 那这段时间因为自己是有熊这个返老还童，所以这边部队是占到了一点点上风。Moon 的 DH 想去过来切 Foggy 的娜迦，但是对面走的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有返老还童。好，正面部队继续做一个交换，现在 Moon 的二发 DH 的等级都快要追上 Foggy 的首发 DH 的等级，这是非常不应该的。内战里面等级还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决定要开练分矿，但 Foggy 嗅觉非常灵敏，也是直接抓了过来。这一波的话，这个分矿可以考虑稍微的缓一缓，先把 Foggy 打退再说。Foggy 已经是有三头可以趴的熊了，这波怎么来防呢？木现在只有小鹿的科技啊。DH 一个人顶在前面，他想的是先把后排的 AC 给切掉，不过自己已经有点伤了这个恶魔猎手，直接是被冰剑给点掉了。这 DH 有点太不小心了，走到人堆里面，这不是找死吗？但是与此同时 Moon 还是想把这个分矿快点的给清掉，但是一个蓝胖居然去到了 Foggy 那边， Moon 只收了一个白胖，一个蓝胖经验是 Foggy 收掉的，两个人把这个矿给平分了，甚至我觉得 Foggy 还赚那么一点点。分矿终于是清掉，那么分矿的大树是可以坐过来慢慢的开始缠绕矿根。Foggy 终于想起来我要去练级了，现在是把恶魔猎手练到了一个三级，这个还是可以接受的。娜迦的话提到了一个两级，但这波 Moon 又要抓过来了，虽然说我只有小鹿，但是我有很多的小鹿，你慌不慌？但是 DH 一抽 KOG 马上表示我慌了，我要稍微的撤退一下，现在就四头熊，感觉这个 Moon 的部队有点打不动的样子，这是一个隐患啊。这四头熊真的暂时不知道拿什么来打，分矿过来慢慢的开始运作。
那么梦想有个分矿经济的话，估计还得要两分钟的时间。 KO 界走位不是很好，直接是被堵在了商店里面，现在先隐身，可是这个 KO 界出不去，除非你要买一本 TP 啊，这也太尴尬了吧。 KO 界怎么办？再吼一下，这没有粉吗？啊，照了一下，这抽了一下 KOG 再一把电 TP 回去。虽然说这个 KOG 是活了下来，但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已经让木陷于了大劣势了。这个分矿虽然是有，但是木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出门了，无法出门就会导致你把整个地图所有的矿点都给对面了，而且 Foggy 也没有给你这样的一个时间，直接这一波想压过来，因为 Foggy 知道他现在是科技优势那方，如果拖到木的熊成型，Foggy 就没有优势了，他先过来直接压过来，不过自己先交代一头熊，但是 DH 有点扛不住了，血瓶现在吃掉还是有那么点危险，再缠住一头熊，这时候木是利用自己的操作 KOG 的缠绕击杀了 Foggy 两头熊，这波木防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现在 Foggy 还有三头熊，并且他的集火点是这个分矿，木这时候你退不了的，这个分矿你是已经开好，你一定要守的，现在小鹿血量已经没有很健康了，这个分矿怎么办？你敢过来打吗？对面三本好，毒球也是有精灵全部都拉过来，这个小鹿这个时候就有那么一点点脆了。 DH 回复了一下以后继续再过来， Foggy 就非常明确，你如果过来的话我就跟你对 A， 你不过来我就拆你分矿。小鹿还在操作想集火对面的这个娜迦，直接是把无敌顶起来，不跟你废话， DH 一个人又非常冒进把血瓶吃掉，但现在纯小鹿的部队真的有点刚不住啊，BP 是可以拆掉，可是你自己还能全身而退吗？小鹿血量也有那么一点点低了，继续再一次集火。现在这个问题是熊怎么办？怎么去打这个熊啊？小鹿现在血量非常的残啊，但是木的操作不得不说，木的小鹿操作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点逆天啊。全部保存回家，你看一下梦的小鹿，就是梦的小鹿啊，世界第一的小鹿操作。蝶去再过来，想杀梦的小鹿怎么就那么难呢？ Foggy 这个时候说。熊继续哪一下，这个时候我第一次看到用小鹿可以去刚对面的熊，并且是刚赢了。但是木下面的恶魔猎手就有点尴尬，小鹿为什么不喝井水呢？小鹿说我不配吗？对面现在还有两头熊，这个小鹿虽然说你操作好，不过它真的太脆了。蝶去什么时候是死掉？是自杀死的还是怎么样？这 OB 没有让我们看到，但是现在还是有四头熊在主矿，五头熊。这个时候小鹿怎么办？你操作再好，对面兵种是克制你的。哇，这点熊怎么办呀？木这里小鹿现在全红了。打出了GG，这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只能说木非常非常尽力了，木能用小鹿跟对面的熊打到这样的局面已经非常不容易了。